日小满，夜莺啼绿柳，皓月显长空，岩洞浅下，幸福出满，万物始茂，盈而未满。小满天竺热，温风木麦园。从小满这天开始，全国各地依次进入夏季，在李沧生活也逐渐能感受到夏天的气息。绿色已经成为李村河畔的底色，睡莲花已在青岛世博园盛开，李村商圈夜市夏日的氛围越来越浓郁。气温升高，降水增多，要多喝水，注意防晒。饮食方面呢，要注意清爽和清淡，避免食用过量的生冷食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位于李沧区金水路的上流荣宴酒店，邀请到了酒店总厨高旭老师，为我们介绍适合小满时节的时令菜。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道菜，一道是葱拌八带，一道是炸鱼烧豆腐，特别适合小满季节食用。小满不仅诠释着自然的变化，也蕴含着美好的寓意，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。将满未满，人生可追，半熟未熟，岁月可待。祝您遇见最美初夏，愿您快乐满满，幸福满满，生活满满。